YT1200 智能电动云台模式一演示。模式二定时拍照功能演示，按钮选择模式 M2， 按进入模式 M2， 设置开始延迟时间，按设置曝光时间，按设置转动时间，按设置间隔时间，按设置照片张数，按设置转动方向和速度，按保存设置返回菜单，按开始暂停按钮启动。